我们新一代福建歌，哦，跟我们的传统完全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，因为秀兰玛雅这个人，他就是 R&B 歌后。对呀，他的歌都要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。在这首歌的原唱者，好像这首歌得到台湾的金曲奖。哎呦，原唱者是很久的歌手，很久。但是拿翻唱，他拿到金曲奖。哎，你好。差不多将近两个月没有碰到你了。是的。对呀，啊，拿了全球闽南语冠军。冠军宝座。什么压力嘛？在对吗？表演的时候会更加压力。有没有啊？在马来西亚。压力呢是稍微就有一点点的，但是就尽量克服，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就对了。哎呀，厉害啦！今年有没有男朋友啊你？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还没有娶老婆。哦，我一直在。是吗？对啊，我一直在我的儿子找女朋友。对，然后他自己也在找第二春啊，所以。找第二春就，因为我们这种人新加坡人是没有找第二春的。哎呦。我们是专找小三。小三。对啊。但是新加坡应该美女大多数。